来，那个搁哪儿呢？那小子叫啥来着？那个爱国爱不对了，说我们那个叫啥来着？点那小麦克风连麦来，我没看着你搁哪儿。没有啊，没有你连麦。瀑布对。我差劲。是啊，你会能听出我？没有。来，我听听，快教教我们来。点连麦来，瀑布往西快。我都没口音，我天津的。我也没有口音。那这是口音，对吧？就是没有啊。来呀，瀑布往西。吃烧烤啊！嘎嘎笑，我才刚来个这个，这个贼笑。怎么现实连麦也找不着啊？啊？瀑布往西不上来了？我现实啊，我这个直播这么长时间，我总能碰着这种，就是吧，搁那看一会儿，搁那看会儿直播，有自己的想法，想上来指手画脚一手，就是我没别的意思啊，我单纯就是想骂你，你懂你妈呀，你这指手画脚的，这个他妈不对，那个不对，你对，你现实混的搁 B 站上一集没有，你他妈一分钱闲钱现实生活都没有。你为你情绪价值从来都没消过费，你永远都是捡剩的选手，你给人他妈指手画脚，你这不对那不对，你活啥样，我想知道啊，就那种的有的没的，那哪个小号动不动他妈私信我啊，我你这样做不行啊，你这样做不行，你应该怎么怎么怎么的，你逼逼你妈，你开个直播讲话，你给你妈手机扔里面，一共不到仨人，你老指手画脚的，你老得逼逼两句，老得嫌你能的了，你懂了，你他妈会玩互联网是咋的呀？你懂，你会，你逼逼呲呲，你现实你他妈连麦你都找不着钮，连麦你都连不上，搁这他妈指手画脚的。你这么磕的，你上来说了，找不着搁哪连麦啊？你现实手机吧，而不明白闲手挺大岁数，你半夜他们看手机，你都得带个老花镜，你都得卡老花镜，拿手机搁这这么看，你还要指挥一下，你先给你那个人生指挥明白的，别他妈活四五十岁活的狗嘚儿不是，一口好肉没吃，我看谁你都得教两句，天天整那个逼出倚老卖老都不乐意说你，你活干啥呀？姥姥不亲，舅舅不爱的，妈免大强了，他妈生个儿子，这是不是自己不知道？那长大孩子长大都不乐意搭理你。你说你现实他妈一睡醒一股老人味儿，一股人油味儿，你窗户也不开，你一股烟油子味儿，一睡醒咳咔咵一顿咳，你多招人烦那出，你洗呗你，你老指挥人家，这他妈能要画面呢？搁那。嗯，你点连麦，上来指导我来。你现实人油味老头子，你就是人油味老头子。你那手机他妈一共换了8代，捡你家孩子剩下手机，你到现在都已经使上 iPhone 6 Pro 了。你的手机盒子往腰带上一挂，啥手机都能放里头，操你半导体都能扔里头，你爸给你传的半导体听单田芳评书用，半导体你得揣里头，你得谁你还得跟谁指挥一下子，一天他妈人家搁下面健身玩杠子的，你一走一棍告诉你这样不行，你肱二头肌拉伤，你翘你啥你都懂点，
到哪儿你再逼他两句，非得要那个画面，嫌你自己好像挺懂似的。那么逢年过节家里面亲戚一聚会，往饭桌上一坐，赖那就不走了，赖上就整点酒喝上去了。那这现在这个都不对，就都你对，都你对。可劲儿骂我，你狗嘚儿不是，你上来说了，你上来唠了得了，你搁下面打字儿，你看你看光光骂你，还在外面听着，你还他妈挺乐，可感受到这种存在感了。妈搭理我了，看着没有？搭理我多几千人主播也得搭理我，你这样你死吧你，逼逼死死的。